祖雄曾被票选为同志天才。翻摄自祖雄脸书，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31岁马来西亚籍男星祖雄2014年上《康熙来了》被票选为同志天才爆红。他打从年轻时就维持健美身材，却坚持不靠卖肉过活。祖雄去年转往中国发展，形象健康开朗认真工作的他，今年还自创服装品牌，早已晋升人生胜利组。一周刊报道，祖雄从事演艺工作前，早在18岁投入直销业，靠主短短四年达到翡翠等级，年收入逾200万，羡煞不少人。就算现在没再经营了，也能月领逾10万元收入。2006年参加选美，祖雄一举拿下马来西亚世界先生。翻摄自祖雄脸书，据了解，祖雄14岁开始帮家里经营大型摩托车店，18岁高中毕业那年才开始思考未来出路，从很年轻时就努力打盼赚钱。祖雄对工作的态度，先做该做的事，然后可以做想做的事。因为这股动力，让他在2006年参加选美，获马来西亚世界先生，进而踏入演艺圈。